我老早觉得身体里面，我嘞，是弄啊，一双钉子做一个脚啊，双钉嘛，七八脚嘞，就是那些的嘞。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我们现在讲六种正见啊，见呢不是眼见，那个见是见地，呀，说通俗一点吧，说你对一切事物的认识，对它的看法，这就叫见。不是眼，是心。见是智，正见就是正字。没有正见呢，就是邪字，是邪见。我们这讲六种是正见啊，真实字的正见。真实字的正见是见什么？见理。咱们讲究是依法界的真体，见真理啊。那咱们在社会上也说啊，说不讲理，连理都知道都不知道讲什么理啊？那个理啊，可不是这个理。那人间的情理。或者讲到法理，一般的呀，情绪所说的情理啊，说大家的感情的道理，这感不合情理，家有家理，国有国法也是国理。那这种见呢，不是我们现在所要讲的，那个见都是妄，不是真，真实正见是智慧，智慧。见的什么理呢？就是我们经常说发菩提心，要见着菩提心的心理。咱们回向当中讲一真法界，法界的理，这个才叫真实的正见。这个是知，知道有理法，是吧？生佛众生一切平等平等，知道一切诸法如梦幻泡影，是正见，哎，一样真实的。你把它当成实的了，你是邪见，那叫邪见啊。这懂得就行了，懂得这个名词就是说能知道理法。你法，我们现在所求的发菩提心、行菩提道、证菩提果，这都是理法上所说的。这只是知啊，知就是你的知道。在应时论里头讲，应时论啊，说你怎么认识一些事物，那个就要用正见来说的。这是本具的，这只是知道。还有行，咱们经常讲修行吗？从理上而起的，理上而起的事，事就是作用的意思啊，就是行的正见，能知道它运动当中一切法的归在性。
行是什么呢？就是佛所教授我们的一些法宅，正确的理解，正确的对待。佛所教授我们的，佛所说的法都是正见，但是你理解不理解啊？你理解了叫能知，不理解了叫无知。一般的说，通过教理的研学相似，而不是真知。三贤位的菩萨，咱们讲到十回向讲那么久，他见理了，他不是真知，他没有登地。现在咱们开始讲这个正见呢，就是真知，真正的入理实知，乘理而知的呢，这叫正见。还有离二边，一切法在世间法，每个人的知见不落于断，就落于常，总是落到二边，不能达到中道。离开二边而产生中道，观中道理，这个叫正见。不以情感来对待一些事物，要以真理。这真理呢，是行理，兄弟，兄弟啊，那你修行当中，一定不落于断见、常见。一切诸法不是断灭的，也不是常的。咱们是不断就是常，不常就是断。两个都不带，这契合中道法，叫中道义，这就是表示前头那个理法，他能真正知道了，不是情感所知道的，不是情子所知道的，知道理了就断感情。人家跟我们有时候辩论的时候，他说你们佛教是无情的，我说你只说对了一半儿，多情，多情乃佛心。多情的意思表示不是情感那个情，是大慈大悲，平等度脱，那个就不是一般的了，那不是情感的情见了。不是情执，这种自见，如果用思维去研究，研究不到的，它是行道所得，行道由得于心，行功积累，一修修无量劫，没有时间限制，那才得到那个正见，跟佛的知见一样了。要不思议的正见，你怎么待怎么对待六根六识五欲境界，它的体不是它的相，知道它的体，不在相上去取着，这叫正知正见。这些个地上的大菩萨度众生时候，随众生意，随众生的意，随缘说一切法的时候，但是不随众生转，要转众生，对众生的根性欲，加上佛所一切的教法，以佛的教法转众生的贪欲主妄，随顺悟心，不随悟心转，就是随顺众生，不随顺正中最众生的情执，而以正见。这再要再开阔的说呀，
六宗礼门，六十四宗见，那在其他的论上啊，那详细说了，因为众生跟佛同一体性，众生都能成佛。既然众生都能成佛，佛教化的时候，众生应该不违背佛的教化。事实不是这样的。那现在我们大家都是佛弟子，不但受过三皈五戒了，还受比丘、比丘尼戒了。应该受教化，但是呢，意愿，我们的意愿受化、受佛法的教化，实际上呢，违背佛的教化。应该一切同与佛，不是呢？生活起居、思想、正见、正念呢，都跟佛相同，实际上违背。佛与身口意三轮的教化，佛的三业是殊胜的，众生的三业呢，可就不殊胜了。那么的现在，比如说啊，举个例子，现在咱们当前，咱这个地球上有60多亿人口，信佛法的，半信半疑的，完全不信的，你这三种的料检一下。信的有好多呀，1/10都没有，1/1%都没有。如果再了解一下，了解就再分别一下，信了而能进入，要学他的教导，又有好多学的不多。机会学了，还在半信半疑之中，不是完全真信。半信半疑当中，在选择真信，信而不疑的，闻了能解的，闻了就能都能理解。这叫解信，理解的信，跟那个最初的茫然的信，两个绝对不同的。信而能行，不但信，不但理解，要去实际是付出，要去做，这就更少了，少了。行的当中能证得，这当前现实来说，那就很没，几乎是没有了证得的。咱不是说证咱们现在华严境界这种大菩萨就能断烦恼证菩提的初步能够入住的，咱们讲最初的初住位没有了，所以佛称之为末法。说道者多，行道者少了，正道者就没有了，而且现在啊，说的也少了，少了。但说的是不是正确呢？是不是咱们所说的，说的是正见？现在说的呀，投其所好。投其所好是什么意思啊？那个信徒来听的，把它当成是为捧场的，
捧场的。嗯，那这种理解是不是错误的？嗯，有的那个我华严部道友跟我说，说现在很深了，大家难得理解，不理解了种个善根，种个善根，不能牵强的。这个是个，这过去许业的善根问题。过去许业没有种这个善根，现在你闻着就是盲言呢，从来没学过呢。嗯，也是六尘境界不用学，生下来渐渐的贪嗔痴没谁教谁。嗯，每个人都有一套方法，贪嗔痴。嗯，因此呢，说法者善巧方便会，那以善巧方便会令闻者生欢喜得解，得解。所以行不是说者的力量了，佛愿一切众生都成佛，佛所教授的方法就是愿一切众生都能够进入佛道，都能够成佛。但是众生的业呀不同的了，为什么原因呢？咱们念一念经文吧啊。何以故？我刚才说的为什么，什么原因？说得这个三昧，得这个正知正见的，能够得到这个三昧，啊，如是定。那这个三昧是谁的三昧啊？金刚藏菩萨所得的这个三昧。他自力，金刚藏菩萨他的自力行道正德，只是本来本具足的，现在他又正德了，所以才能得到佛的加持。法入世故，法就是自然的，自然也，自然得到，因为他有这个三昧力量了，才得到佛的加持。又者，金刚藏菩萨他本有的愿力，愿力所成故，他善净的身心，他已经十地菩萨以上的菩萨了，是等觉菩萨位了。善净的身心，他那个心呢，也达到甚深清净，他的自己的力量可以领受这种加持，加持。所以加诸佛的慈悲力量，跟他自己的本愿力结合了。得到加持，这种加持只加持金刚藏说法主与会的那些个菩萨，这个诸佛没有加持，偏加持金刚藏菩萨，因为他有这个力量能承受这个加持。这些佛诸佛他是对一切众生平等的，为什么诸佛偏加持金刚藏菩萨而不加持其余的法会一切诸大菩萨呢？因为法会诸大菩萨还没得到这个三昧，只有金刚藏菩萨得到这个三昧。第一个意愿。第二个意思呢，现在金刚藏菩萨要说十地法门，
他入这个三昧当中是诸佛加持的。那我们来别，如果不得理解这个道理，不是做梦啊，也是做梦。说你梦见菩萨，梦见佛，那就是得到梦见哪尊佛，得到哪尊佛的加持。你梦见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加持你了；梦见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加持了。就像这种的金刚藏菩萨，他得到金刚藏佛无量诸佛的加持，就是因为他得到这个三昧了，得到这个三昧。由这个三昧，所以得到无量诸佛的加持。那这个三昧不是一般的三昧，说是得到的殊胜。由他本愿，由他现在的善尽身心、善尽智慧轮、善集诸道法、善修自所作故，有这些个种原因。因为他念起无量法器，直起清净心结，得无错谬种持法界自印的善印故，无量的金刚藏诸佛来加持不是一般的。因为金刚藏菩萨具足有这些个功德，具足有入世三昧，才得到无量诸佛的加持。但是他这个时候是在三昧之中。我刚才入睡觉形容啊，形容这个含义啊，只是总说了，总说这金刚藏菩萨他所以得到这个加持力，因为他不但自立，而且他起定的时候，如果从三昧起，他要说十地法，那说明了他本身的因地时候就清净了，他能把他的心呢清净了。那我们就说的因净，因净，他这时候把他所信的、所发的愿，所有前头那些回向愿都达到顶点了，就将近成佛了。去到十地国外，十一地，十一地菩萨，他全都清净了，叫善净，善净。以此的善净诸法的因，感到诸佛加持。这只是说他自立的，自立的。他的智慧是清净智慧，他趋向菩萨地满了，他修的真如观，真如观，观满成就，才给众生说法，说实地法，这即是个因。不但自利利他，二种智慧清净无缘，就像太阳一样的，就日轮圆满了，普照世界，它是普照法界，它智慧。其实他的身所现的无尽身云，现身像云彩那么多，都是清净的。从修到这个地位的时候，已经无量劫了，修了无量劫了，一切福德智慧修到极点了，所以他的心调伏烦恼，调伏习气，修自成就了，断一切呢，断一些呢之后就利他了，
就行一切善。他能够舍此清净，舍此闻此一切诸佛的教法，所以称为法器。到这位菩萨这个地位的菩萨，他称为法器。法器器皿呢，说饭盛饭的、盛汤的叫汤器，盛饭的就饭器，就饭碗。他说法器，法器成什么呢？成是佛法的，佛法就是觉悟的一些法，临时时候都能觉悟，具足了利他的一些方便。这是八种净法，前四是自利，后四是利他。这时候这个菩萨，这个位的菩萨，他有圣神通，不是一般的神通。神通也就是善巧方便，帮助你，帮助你，像咱们坐汽车呀、飞机呀，就帮助你，帮助你。那是运输工具，帮助你能从此地到家的。那么这个大菩萨能够帮助你，你从信解行正，从凡夫地达到成佛。这时候他以总裁，总裁就是总持类的辩才，总持，总持一切法，受持无量义，一切法都有道理的。一个字，一个字能演说一切法，一切法又还归于一切一法，都是立生的妙用了。这个时候菩萨他没有慢，离慢清净，慢就是骄傲自满的意思。随化众生而没有自相，没有我是能化的，众生是我所化的，像能度我度，没有，亦如正得法界，以法界化众生，还是一法界。这里头记住了，精进因，不忘因，四力因，不言因，第四种到了这个金刚藏菩萨他才具足。他以这个法教授地上的菩萨，那些地上菩萨断这个怀疑的根本，断这个傲慢的根本，对一切众生敬重，两众生的信入，把那个一真法界的理，就是因呐、因理，让一切众生尊重法，受此法，教授众生处理。这个不是处理三界了，这是处理无明，断究竟的烦恼。这个是辨别，说这么一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十方无量诸佛为什么单加持金刚藏，为什么不加持其他的人，辨别这么个一个原因。前头所说的都是说为什么要加持金刚藏，其他的与会大菩萨没得到加持。诸佛要是金刚藏菩萨说实地法，第二个他的本因跟十方诸佛所发的愿相吻合，这加持之后开始金刚藏菩萨要说法了，而是十方诸佛说加持的方式，各伸右手摸金刚藏菩萨顶。不是很多
要求大德，求善知识，摸摸顶啊，那就开光了，给你开光了。开光了就是让你能进入，能够进入佛的教导。十方诸佛伸右手加持金刚杖，这是意会了啊，不要在形象上去分辨。摸顶矣，诸佛菩萨给金刚杖菩萨摸顶了。金刚杖菩萨这时候是得三昧啊，诸佛摸顶得到诸佛的加持，他就从三昧起，就是修行在三昧当中，就是幻觉出定了。现在是入三昧，现在出三昧，就从这个三昧出定了，也起来了，起来就说法，一开始起来就说法。这些个来的无量无边的金刚杖诸佛呀，其他与会没见到啊，只有金刚杖菩萨他的三昧中感到感受到诸佛加持他，其他的与会大众那些没有见到呢。像咱们以每一个道友，你得到加持了，其他的道友并不感觉到啊，他不认识到啊，他也不知道啊。那金刚杖菩萨他自己知道，他从定起就说法，普告一切菩萨众言，言就是说法，以言以这个语言来告诉这个大，告诉这菩萨，诸佛则承赞与会的这些大菩萨啊，诸菩萨愿善决定无杂，愿清净决定无杂呢，就没有杂乱，就是一心。咱们经常都说一心无杂的意思，一心就是无杂，是吧？一心，人的一心关照是什么呢？决定无杂，不可见。不可见是吧？你不但眼睛看不见呢，你用心里的智慧也不知道，就这个含义了。不可见，什么法这么深呢？就这样子，就形容意思含着这么意思：广大入法界，究竟入虚空。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啊，大家要记到的。广大入法界，究竟入虚空。这的究竟是什么样子？虚空，跟虚空一个样子。广大到了什么地步？到了法界。那么就是咱们华严经经常说，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形容它广大呀，没有一法离开法界的。我修行修到究竟处是什么样子呢？虚空，像虚空的样子，遍满佛心，遍满到一切众生心。虚空是形容词啊，咱们经常说我们的三门遁入空门，社会上一般把空门，因为什么都没有了，进入空门去了，那就是错误了。空者呢，是包含一切山河大地，一切风沙走石任何事物都在虚空当中包容着呢，这叫本体。说是那个法界的本体呀，无所不包，是它本体。但是呢，随一切法的因缘，又产生一切法。
因为是虚空，所以虚空里头容纳的山呐、啊、河呀、啊、大地什么都容纳的，是在空中。这个道理大家都可以信得到的啊，在现象上信得到的。咱们地球，咱们看见感觉的在大地上的，实际在空中。咱们空中一个球，虚空中这一个球转，像这样的地球，我们这个地球在虚空中不是很大的，很小的，比太阳、比月球、比太阳、比星星，比那小的多。这就是形容词，形容词，是不是？菩萨的愿能够决定没有杂，什么呢？说法界本体。现在这些个菩萨，大菩萨登地的菩萨，他见了法性了，那个法性就是广大入法界，究竟入虚空，形容法界性的。尽未来际，没有个未来际，假设有的话，把未来际都尽了，众生是永远有的呀，没有众生界不尽呢，不尽呢，骗一些佛刹救护众生，在无量无边的佛刹，这些大菩萨都是救护众生。因此呢，这些大菩萨救护众生，这些大菩萨就得到祝福的加持，祝福又护持这些大菩萨，使这些大菩萨都能够成佛，入过去、未来、现在，诸佛自地，总说都能成佛。这些话是金刚藏菩萨说的，他从定起，意思就是说我在定中所得到的，贡献给你们大家。定中所得到的，也是他在定中得到祝福的摩顶加持。我们没有得过定啊，没有得过这三昧，睡觉都睡过，做梦都做过。这就像金刚藏菩萨在，就像咱我们在做梦中得到祝福加持，他也见到祝福加持。觉得除了定了醒了，马上就把这个自己所得到的加持，就是我自己所得的好处，我贡献给大家，就这么含义。通俗说，文字上说的很深奥了。刚才我们说，现在进入实地了，大家听起来呀，理解力感觉是很困难。你不要在深处想。不要想那些大菩萨诸佛所说的法的境界，你从你的烦恼想，你的烦恼跟诸佛的智慧平等的，哈，不可思议！你想想看吧，你烦恼在哪儿来的呀？无缘无故要发脾气，无缘无故就东想西想，想些个都是烦恼事儿，都是业障事儿。你要把它变过来呢？要是智慧想呢，想成佛的事呢，那就叫圣境；你想凡夫事啊，那就是逆境了，就是迷惑境界了。从这一方面想，也是不可思议的呀。每个人的烦恼，自己都说不清楚，也不能对别人说。这烦恼怎么来的呀？你找不到原因呢。我经常跟大家讲那个故事啊，说唐朝的于朝能呢，他问那国师啊，他烦恼从何起呀？他说的是无明啊，无明就是烦恼。说无明从何起？怎么会起无明啊？什么叫无明啊？何者是无明？说无明从何起呀？什么叫无明啊？
那么每人都有这个问号，我们自己还不知道什么叫无明。等他发脾气了，你跟他说这是无明，他也莫名其妙，无明是什么意思？不明白吗？没有明白的智慧，没有智慧就是无明。从何起呀？你发脾气时候就起来了。所以那果子就说，说哪个奴才都问佛法，好，于少南就发火了，发脾气了，是吧？他是宰相啊，他对果子说：“我只是皇帝的奴才，我还是一切众生的主人呢。”发脾气了，果子就跟他说：“你不要发火，无明从此起，这就叫无明啊！另外哪儿找无明去？”他就开悟了，于少南就开悟了。当然我学这故事说了多少遍了，到现在我也没开悟。大家都懂得，我跟大家要说多少遍了，大家还是也没开悟。这就找原因，无明从何起？何者是无明？但是这个金刚藏菩萨啊，他是从三昧起的，何者是如来智慧？就从三昧起初，那就是没有明白啊，他就说了：“诸菩萨善决定无杂。”这就是诸佛加持他的，不可见，广大入法界，究竟入虚空，也可以解释。法界净法从此起，一切言法从此起，一切正法从此灭，一切言法也从此灭。言即是净，净即是言，没有两个就是一个，一个也没有。说法如是说，这才能够救护一切众生，才能够没有疲厌，才能够救护众生，不厌烦众生。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一时间所能领悟得到的，你可在你生活当中用，不要发烦。广大入法界嘛，你经常念呢，赶紧发烦事来了，然后广大入法界，究竟入虚空。不要烦恼了，想不通就念广大入法界，究竟入虚空，一想心里就了然了，广大就入虚空，效果是有的，倒是有的。因为我们都是凡夫嘛，我现在一天很烦很烦啊，那刚吃完饭啊，课堂就来电话了啊，要见你了，要受三规了。这波没了，那波又来了，那波未了，他又来了，没办法，很烦。那怎么办？就正是讲到这儿，而广大入法界，究竟入虚空，随缘吧。多念几遍嘛，心里就宽了。说你把华严境界，不是说着玩的了。不是我们念念就行了，要用了。你这没有证到那圣人的地步，你拿来的凡夫就用嘛，用完了把你问题就解决了。将你正烦恼时候，哎呀，烦恼什么？广大入法界，究竟入虚空。多说几遍就好了，这不是开玩笑的呀。想不通了，把佛的教导拿来多念几遍，他就通了，他就通了。何况咱们还有信心呢，没有信心怎入佛门呢？这不是说三规啊，咱在这佛门磨练好多年了，那起码得有的多的好几十年了，最少最少也快十年了，起码也有五六年的了，初班的嘛一两年，但是你学着做呀，一有什么困难了，说烦恼了，哎呀，管他去呢，广大入法界，究竟入虚空，尽未来尽。
他确实管用啊，多念几回就管用了。孟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寂，享受103岁。感恩孟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荣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认识中华护生协会，秉持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尤其时代环境变迁，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4处园区，新北有1处园区，于云嘉南地区有10处，高平地区6处，金门设有1处。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所推广的会务有：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二、认养清寒学童的活动，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以及提供海外僧伽医护经费，在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三、国内外急难救助以及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四、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只要是护持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两位厨师的人生。生活在乡下的阿祥和阿贵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他们俩长大后都想成为一名厨师。阿贵，听说你要去都市学习烹饪。是啊，我一直想当一名厨师，那样的话自己也可以每天都吃到美味可口的饭菜。哈哈，我们不愧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啊，啊，想法竟然一样，啊，不瞒你说，我也是这样想的，所以我要去豪生餐厅学厨艺。啊，阿祥，你要去豪生餐厅学厨艺？你为什么要去那里吗？那里怎么了？你知道吧，豪生餐厅做的鸡鸭鱼肉可是出了名的美味，我一直想学会这手艺。可是我奶奶说过，杀生是极大的罪业，就算做厨师也只能做素菜，可不能为了满足自己和别人的口腹之欲而肆意杀生，那样的话早晚会遭到报应的。这么说你要学的是做素菜？是啊，我准备去素味斋那里学习如何做素菜。要知道那里的素菜可是很有名的。阿贵啊，作为朋友，我劝你还是和我一起去豪生餐厅学做荤菜吧，做的一手好鸡鸭鱼肉，
以后就算自己开店也会很受欢迎的。难道你就没想过吗？你开这样的餐厅，生意越好，杀生就越多，这样下去可是会积累很多的罪业，最终会遭到惨烈的果报，真的很可怕的。阿翔，你和我一起去学做素菜吧。那么多的餐厅都做荤菜，我可没看到那些厨师遭到什么果报，我看我们还是各学各的吧。唉，阿翔和阿贵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他们朝着各自向往的地方去了。五年后，努力工作学习的阿翔和阿贵都各自拥有了自己的餐厅。哎呀，这家餐厅里的客人可真多，不知道要等多久。不如我们去对面那家店吃吧。素菜馆，吃素有什么意思？我们就在这家店吃吧。我听说这家店的老板阿翔，过去可是豪生餐厅的厨师呢，他做的鱼和鸡都非常的美味。是吗？难怪这家店的生意这么好啊。欢迎光临。老板娘，听说你们这里做的鱼和炒鸡很好吃，给我们来一份吧。好的，两位请稍等。阿翔，又有客人点了鱼和炒鸡。知道了，等一下就做好了。哎，小林，赶快再去杀只鸡和鱼。好的，老板。真是太美味了，这家店的鱼做得真好吃啊。是啊，炒鸡的味道也很棒，以后我们就常来这里吃饭好了。阿贵，去你店里吃饭的人可不多啊，我看你不如来我这里吧，我店里的厨师实在是忙不过来了。阿翔，我店里的生意虽然比不上你的店，但也能维持下去，而且最近来吃素的人越来越多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吃素的好处。阿贵啊，你怎么还这样固执啊？你看我的店天天客满，作为朋友，我看你生意这样，真的很替你着急啊。阿翔，作为朋友，我看到你店里的生意这么兴隆，也是非常着急。要知道，你生意越好，杀生就越多，杀生越多，身上的罪业就越重，最终得到的果报就越惨。阿翔，赶快收手吧，现在还来得及。你还是这样，算了，既然我们俩谁也说服不了谁，那就各做各的吧。今天是周末，晚上一定会来很多客人的，你们可要多准备一些鱼和鸡啊。老板，你放心好了，今天我们采购了好多呢。是啊，食材绝对没问题，只是今天晚上又要辛苦老板您了，因为好多客人都是慕名来吃您做的鱼和鸡的。阿贵，你看阿翔那边的生意多好啊，不如我们也像他那样开一家做荤菜的店吧。那怎么行？虽然我们的生意不如他，但你要知道，他这是在造业呀，生意越好，罪业就越重。而我们素菜馆是在行善积德，即使钱赚的少一些，但是我们收获了善果啊。每次你都这样说，可是我却没看到那些做荤菜的人遭到什么果报。阿贵和阿翔就这样做着各自的生意，转眼间十年过去了。阿翔餐厅的生意可真好啊，这么晚了还有这么多客人。唉，阿翔餐厅开业有十年了，这些年得有多少生灵死在他的手里啊，杀业这么重，真不知道他最终会落得什么下场。
哎呀，今天竟然忙到这么晚。老公，我们也赶快收一收，回去休息了。哎，算了，我在店里睡一会儿就行了。等一下天亮，我还得去市场买新鲜的鱼呢。好吧，那我就先回家了。对了，你忙了一晚上，还没吃饭呢。我在厨房里熬了一些汤，你热一热，喝了吧。哎，知道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这是怎么回事？起火了，救命啊，救命啊，快来人救救我啊。这时候消防队员及时赶来，他们将烧伤的阿翔救了出来。可就在他们刚刚冲出街道的时候，阿翔店里的瓦斯爆炸了。赶快先把这个人送到医院，火势控制不住了，我们得请求支援。好痛，好痛啊，让我死了算了，痛死我了。阿贵，你们来了。哎呀，阿翔怎么伤得这么重啊？阿翔他重度烧伤，平常晚上他都会离开餐厅的，为什么偏偏那个晚上他要留下来？要是他不留下来，也不会伤成这样。阿贵，是阿贵来了吗？啊，阿翔，是我。阿贵，我真后悔，我真后悔没听你的话。阿翔，你为什么这么说呀？你跟我说，我这样杀生是会遭到果报的。过去我不相信这个世上有什么果报，现在我信了。这几天，我天天梦到那些被我做成菜的鱼和鸡，他们一边说着自己被油炸和开水烫的痛苦，一边冲过来向我索命。我想，我之所以全身被烧成这样，都是因为果报啊。阿翔，你不要想太多了。你既然已经知道自己错了，那等伤好了就不要再杀生了。我想现在悔改还来得及。我想已经来不及了，我身上的罪业实在太重了。这场大火是我们餐厅引起的，一连烧毁了那么多间店铺，这些年我们赚的钱都不够赔偿的。阿翔又变成这个样子，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你不要太难过了，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帮你们。阿翔可是我最好的朋友，这些钱你先拿着给阿翔治病吧。你们的钱我可不能收啊，你们的店也被烧毁了，你们现在也需要钱啊。谁说我们的店被烧毁了？我听消防员说，因为我们店里的瓦斯爆炸，结果引燃了周围好多家店铺，就连对面的店铺也烧了起来。你的素菜馆就在我家餐厅对面吗？难道会没事？是啊，说来也奇怪，我们餐厅周围的店铺都起火了，可唯独我们家的素菜馆一点事都没有，真是不可思议。我想这就是这些年我积下的善果吧。啊，难道这世上真的有因果报应？这么说来，阿翔杀了那么多生灵，天哪，他一定会遭到果报死掉的。我想阿翔的果报已经降临到他身上了，他现在悔改还来得及。不瞒你说，自从我知道阿翔执意要做荤菜的时候，我每个月都有替他放生，希望能帮他弥补一些过错。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想帮他。难怪消防员说他能在那么大的火里活下来是个奇迹，而且他刚被救出来瓦斯就爆炸了，如果再慢一步，那后果不堪设想的。原来这一切都是你的功劳啊。阿贵，谢谢你，我们以后不会再做荤食了，也会经常行善放生的。两个不同行业造就了两种不同的人生，杀业重的恶业得到相对的因果报应。